题目二之二，开启新档，不使用内定样板档，使用公制样板档。建立基准轴，选择前基准面按住 Ctrl 键与上基准面的交线。建立基准面，选择经过轴与前基准面夹角十度，确定。选择编辑底下的平板面，选择草绘平面 DTNY， 参考平面选择右基准面，参考方位选择 right 右边，绘制草图。标注尺寸，修改尺寸，切换立体，确定。建立基准面，选择前基准面偏移距离50，确定。选择编辑底下的平板面草绘平面，选择 DTM2 绘制草图。切换立体，确定。建立边界曲面，第一方向，第一方向第一条，按住 Ctrl 键，按住 Shift 键变成 Boundary Tray， 按住 Ctrl 键，第一方向第二条，选择控制点。预览，确定。点选曲面，merge， 结合，预览，确定。点选曲面， merge， 结合，预览，确定。点选曲面，选择编辑底下的实体化掌料，预览，确定。查询答案，分析模型，分析计算，使用内定密度一。查询体积28178.629。
重心 Z 坐标 12.92868。 设计变更，新计算、分析、模型分析、计算、查询答案、查询表面积、13952.661，重心 Z 坐标 16.0433，模型体积93485.919，完成。